他从南港，下一站站你知道吗？就宜兰。哇，那很快嘞。哎、欸，然后罗东，罗东再来罗东，再来花莲。嗯。花莲过后，他基本上都差不多比较大一站都会停。嗯。都是这样。嗯。所以你看，花莲之后的吉安、自学、寿丰、凤林、光复、瑞树、到玉里。对啊。但你玉里过了以后有没有？因为玉里过了以后，玉里火车站那一段崩掉，所以我找了一个，因为他那个有那个什么，等一下我找一下。他有个接驳吗？对，他有接驳，台铁有接驳。哦，我们坐接驳车过去的。他那是汽车吗？还是火车？汽车。汽车。到了，来了，先上车啊。哦，是这台啊，哇，快哦，很顶套，赞，是那个特地选的，哇，爽啊，哇，腾云号的，哇。一样花一样的钱，当然要做好一点。没错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样的钱要做好的。哇，爽啊！我二车票，大家看一下。先上车。我应该是跟你同在旁边吧？旁边哪里啊？哇，爽过啊！腾云号，我靠！上车，谢谢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两个哈。还是放下。OK。哇，爽啊！好。第一次爬山这么轻松愉快，你看你是不是二三？哦，我等一下看一下啊。我是。刚刚现在安稳了吗？二车二十一号这个。刚刚还在工作，现在安稳了没有？安稳了，上车就不用烦恼了。差点赶不上他。对啊。